你期待节目中会出现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歌曲吗？非常期待，咱们在国内做这个节目，我也希望全世界的朋友也了解到中国风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用一些中国传统的乐器，比如说古筝。说的一些词歌词，比如说对旋律，比较以前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唱麦麦唱唱麦不是唱麦，就是比如说哎，包子了，包卖包子了，就是那种叫卖对，不行，对这个叫卖，比如说这个东西是很传统的，咱们非常熟悉的，小时候就怎么可以，比如说只是一个例子，怎么可以把这个东西变到现在这个年代，怎么可以把它现代化，我也蛮期待这种元素的。